对，好好快吧哈，继续努力哈。谢谢啊，谢谢支持啊。以美食约会朋友，以真诚款待天下，欢迎你们收看新一期的文哥探店。前面咱们做那个西镇那个市场上的杂糕的时候，咱们台东青岛台东这边的朋友给他们介绍说，在这个延安路这附近有这么一个杂糕非常牛，叫什么王好杂糕。今天咱们过来看一下，但是我真的没想到这个杂糕是这样的。你好，您这是王好杂糕吗？你们就这么卖吗？那么炸锅在哪儿呀？在市场里头，在市场里面。在市场里面，行，你买吧，大姨。没事，一块五两个。还行，你好。经常关注你的这个推荐。挺好。跟着你吃的不少好。我上次做那个这个哪里，他们说这个咋说这个王好炸糕做的也很好，一块五俩，跟那个一样。他家就是西镇的，他家我觉得比西镇家的好吃。是不是？又碰了个朋友，老买这个王好炸糕的朋友，跟他说说咱这个炸糕比西镇那家好吃，今天咱也得试试。对。他这个炸糕在里面以前。他怎么了？他一开始在上边，他回来吧，他们不让他在这站务。哦，临时性的早晨哈。那说明他这个炸糕还是很有群众基础的呀。对，周边的人都知道。小伙子给我六个。几种馅儿呀？两种，糖的和豆沙的。糖的和豆沙的，那你给我来一样。现在光糖的。现在光糖的了。豆沙的肯定好吃，都卖上了是吧？那你就给我拿四个糖的吧，我尝一下，谢谢哈。两个炸。是你家人炸还是你炸呀？你家人炸。他这不是个长摊儿啊，他们这个市场弄好了，就在旁边，现在在那装修，谢谢啊。然后就搬到里面去了。反正最近就在这个标山路和明霞路这个交叉口这儿卖，这个炸糕必须要在他这儿蹲着吃才有味儿呀。他这炸糕我也不知道，我自己在这拍不太好拍，里面有黑芝麻，糖是不是太甜。那炸糕的颜色稍微有点暗吧，他早上起来就放了那么一个盆，在这临时在这卖，他可能在这附近炸，他们家那个长摊是在里面那个市场，还是热乎了，还是热乎了。如果是不是刚炸的时候还能好点，这糖开始往外流了，哦，流了，流了。看，早上起来生意挺好的。你要在这附近可以过来尝尝，尝了。